没错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地铁。首先我们要去到地铁站，废物才不会这样说了。你说谁？啊呸呸呸，我说错了，我要说给你同学。哦，原来不是说给我。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地铁站，差点掉进虚空了。我们可以买地铁不要走啊，地铁就这样了，好见完了。你这也太不信心了吧。啊，你要我信心啊，哈哈哈。这里里一一是虚空。首先这里直接穿越到火车站。火车站。哎，我穿着红衣服，我就可真冷。